你若不想我离开，我便留下陪你。秋月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秋月，你怎么找到的？悲时俗之破恶兮，愿清绝而远游。第一次认识这些字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后来读了很多遍才晓得，这一句是屈原感怀世俗扼杀人的自由，想要如鸟般飞翔去远方遨游。当时我就在想，你一定如这首诗般游历过许多地方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。现在换我来羡慕你了。据报，马车会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你若不想我离开，我便留下陪你。秋月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
吗？你怎么会没有宫门好看呢？长点心思。我吩咐你疏通，你该怎么答谢？你怎么那么烦？你闭上眼睛。同样的事情就因男女有别，结局就大不相同，可凭什么女子就如浮萍般轻贱？如今月莹的性命危在旦夕，想要救月莹须得由梁大人相助。梁大人的善意我想要留到最关键的时刻再用。谋求算计来的感情就不是感情了吗？男女之情哪有那么多水到渠成，一见钟情的故事我相信这世间有，不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运气。比起嫁谁，我更想自己选择我要走的路，而不是别人替我选。我相信终有一天，天底下的女子也会像男子一样读书、做官、经商、开店，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哪怕这一世我看不到，下一世、下下世我也要身为女人，看到那天的来临。老太太把邱家交给了我，必须留下来。我要带着邱家的每一个人活下去，回到邱家平凡昭雪的那一日。梁爷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普通人做事情没有办法尽善尽美，但我们可以做到尽力而为，无愧于心，足以。千世界，我要去寻我的故事。我想用我自己写的故事，让别人记住，在我一张张公案话本里，在被后人称颂的故事里，他们记住我，不是因为我是某人的夫人，只是因为我是我。